而且。看啥，猴哥？你别追我！哎呦，你干啥？耗子当我的面把 C 哥给刀了，我这样跟你们说吧，我不认他这个好人刀，为什么？首先他在那个电线杆那，C 哥站在那个电线杆的下面的下面，耗子直接一个瞬移就把 C 哥给他刀掉了，好吧？我觉得耗子铁有，他肯定是狼，然后我可能要死了，我再怀疑一下餐餐，我是模仿，好吧？我只能这样说，感觉我可能要死了，耗子铁是狼，餐餐也有点问题，过了。哎呦，你一下子害死俩好人！我是正义使者，C 哥最晚来到广场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他最晚来到广场，然后我就在那守着，谁最晚来我刀谁，我正义使者，那没了。那你怀疑餐餐，我们直接投一手餐餐，我直接挂票餐餐了，好吧？那你能怀疑？那因为没办法了，因为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下面，然后我当时就想的是，哎，动一个，然后我能报警。结果你一个转身就报警了。我说实话，我先投餐餐了，过。头耗子，假嘎嘛嘎的，这把我和猴哥是好人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猴哥是秃鹫，然后后来他就走了，他应该是想钓鱼吧，反正，那头耗子红猪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啊！小白鸽怀疑灿灿和耗子，耗子说他是正义，他把 C 哥给嘎了。那么狼人能不能狙他呢？不能。所以灿灿和耗子都有可能是狼，但是我听耗子发言，刚才还行。因为最晚来到这个广场的人确实有可能是狼，所以他杆没有什么问题，没问题啊。那铜猪上来直接点耗子，那说明什么？铜猪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可能要死了。我们这轮可以投餐餐，对是不对？不。不对，头耗子，耗子，我感觉铁狼。我跟你你也说，是坏的。你不能用最晚去饭堂这点打 C 哥，C 哥能走到饭堂就不错了。你用这点去打 C 哥呀？啊，然后我还想说一下，就是小白哥模仿爆了，他这不垫票。然后耗子刚才有一点聊得特别爆，小白哥打他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就诬陷了两个好人，你咋知道灿灿是好人？”啊，怎么就两个好人了呢？对不对？把这个耗子出了，这刀我不认，过。有道理，我也你不怎认么耗知子道这是刀。两个然好人？后一开始我是跟小白哥是你在酒凭厂什子那么边知喝酒，道我们这是个一路灿直灿接是往好广场去。然后他一开始是先叫住我，然后后来我到广场之后，我站不动，我是看到红灯区右边有两这个回人，对了。他们在那边说话，我在记是谁，因为颜色好像是。不知道是轰轰还是苏苏，所以我在记那边的颜色。等到我看到左边耗子洞的那一道时候，我准备上去报警的时候，小白哥先报了。其他没有了。这一波我要投耗子过。那我也是在广场那边没有什么信息，我就耗子可出，过。我也这边发言啊。首先，耗子他说的那个理由，说他比较晚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一逻辑打的话，确实就是你意思就是说，C 哥他做了狼任务，所以来的晚，你给他刀了。你说你正义使者，正义使者上面注释写的责任重大，你这责任在哪里？你这是不负责任的一刀，好吧？直接隔着给人家小，直接隔着给人家 C 哥刀了。那猴哥这边直接跳出来，直接说是保了一手耗子。那在我这边的话，除了猴哥和铜猪，其实我觉得他发言啊。我不信红猪，他抿不出来，好吧？这搁着我这我这鬼使的脑子，我都在想，耗子这刀肯定认不了。你这个发言啥划水，对没吧？有所以啊，说我这一轮我先出耗子，我过。他不说要出耗子吗？我也觉得可以出耗子。其实不用聊别的，我就拿一点打你。你刀了人，
然后让并不站在 C 上的小白哥报报警，那你能是好刀吗？我就拿着点，我就不认你。出耗子过。出耗子，我能不能拉起轰轰？好吧，我站在那个法院门口，轰轰礼拜堂门口，然后那个我想吃点儿。王拉奇在那个喷泉上面，我们三个有视野。薯条啊。O 德 K 出号子，第八他铁坏，孙悟空也不像个好人。红柱的发言跟我的脑子想的一模一样。不，等一下哦 ，C 哥爆炸狼，我秃鹫 ，C 哥爆炸狼说要喂我的，然后过去之后，耗子给他狼了。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过了，假的要死！你自己都笑了，你自己说话，你是不是当我们是傻的吗？假的吗？他真的给我说他是爆炸狼，爆炸狼被盗了五个机票，假的吧哥？小白哥真的给我旁边弄的，我正义，你怎么了？正义就这，假的吗？嘎的。是吧？我有点怕。猴哥，看刀！我要刀猴哥，让开！刀吧。猴哥为什么有护目镜啊？你刀吧。没有。觉得猴哥可以。你刀我，你不是狼。有点，我感觉有点。没有，那我没有。再来，再来。可以的。自己搞自己搞，别别，没有好人吗？没有好人吗？看着东西不报警？哎，怎么嘎这么多人？那不不不，怎么瞅不着啊？那个叔叔我嘎的，然后右边还躺了一个鸡腿，然后叔叔从猴哥的尸体上面往我这里走，然后我就把叔叔嘎了。猴哥是工程师走的，因为猴哥上来追我，然后他在那个。进出口那个下水道直接钻走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用不着跟你假干妈干的，我要拘你就直接给你拘了，我用不着说什么猴哥是好人什么的。然后耗子是一上来我就打他了，我说耗子发言假干妈干的就投耗子，是猴哥保的耗子，他要投餐餐。你就算怀疑耗子和餐餐，你也一定先投耗子，因为耗子是动刀的那个。如果你先投餐餐，如果说小白哥是模仿，耗子是狼，餐餐是没有动刀的好人，你怎么办？对吧？所以猴哥这个逻辑明显就是错的，但是他上来没有嘎我，钻了井盖跑了，所以我知道他是工程师，然后其他就没有了。我过，这个王爷不听发言，我就王爷先狼，好吧，过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后面听一下那个王爷投的谁，我感觉王爷餐餐都是狼啊，你同桌也像狼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很搞笑。我在右下角做完灭火任务，迎面过来的是王爷跟灿灿手拉着手往广场跑，他们身后一具尸体，然后同桌那边脚边躺了一具尸体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同桌报了个警，哎，灿灿死了。听一下怎么，反正布布是好人，待会布布归票吧。就当时场面非常的搞笑，过。那你们能认？刚刚有没有人落单？我轰轰跟十八 G， 我们三个人去左边上面那个地方灭火。我说你们别进来，我进去灭。我还在做那个灭火任务，快要做完，哎，拍进来，他们俩在外面死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警长双倒，还是说链子，然后有人路过给他嘎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有没有人单走？如果说猪猪能认布布，那在我这王爷同桌开一个狼，听听王爷投的谁过。按你了，野哥。我这边投出去了，我投的是那个餐餐啊，好吧。那个当时我是本来要刀猴哥的嘛，对不对？后来我觉得猴哥不对，我不能刀他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好的。后来当时火警人物去想的时候，我是从银行下面那个过道，然后走到那个银行左边那个小道，那边不是有个井盖嘛，然后往上走了之后，然后我看到右边餐餐脚下有具尸体，他不报警，然后我就直接追上去，追上去，然后餐餐往右边跑了，猪刚好迎面过来。我想完了，我想猪猪肯定报警了，那这刀我可能刀不到灿灿了。结果后来同猪拉进来了，好吧，我是警长啊，这一轮先出水啊，出同猪，好吧，嗯，我是要出同猪的，我这边过。
你也出不出去呀？出铜珠吗？但铜珠他到了秃鹫啊，而且他立刻拍的警啊。王爷跳警长的话，在我这有个不好的就是王拉奇啊，就我全程都没看见他，猪猪也是我认的好，那不应该是王拉奇吗？我比较想是王拉奇啊，铜珠是到了秃鹫自己拍的警啊。我觉得应该就是王拉奇一个坏的了，我选出王拉奇。我哦，完喽、哦！票不够，票不够，两个坏，还有两个坏，还只剩王拉奇一个坏，还只剩王拉奇一个坏。那票是因为我投了三张，所以少了一票。和别人一个坏，还有两个。对，看你了，野哥，来吧。可以拉你吗？我要去到同桌。可以啦，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对对对，危机了，危机了。如果王爷是好人，你就在铜珠跟王拉奇里的。OK。他两个会不会被他们刀？坏就跟他。野哥，有时间吧。Nice 啊！啊，出拉奇吧，好吧，铜珠我刀掉了。这么帅，搞这么帅，太酷了。搞了一手卡四角，好吧，卡四角，嗯，哎呀，那没有办法，哎呀，我跟猪猪都在那里盘算，哎，王爷刀不过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我说没事，我说他要是刀不过，我那个箭头消失了，我们就去找他，结果就，对不起，王爷，是我们不信任你了，我的。哎，我其实很想说一句，黑子赶紧站出来，这把戏怎么说？要不要扣两个弹幕？痛猪啊，痛猪啊！给大家唱一个铁窗泪。我站在那个窗，看到王爷在门口走来走去，我都有点信他了。痛猪，他开局在我旁边说：“开个任务吧。”啊？对，布布跟猪猪不会是链子吧？是啊，我俩链子。不是啊，对，我俩链子。那投了我啊。不是吧？哎呀，不是啊！我都跟踪他了，我都跟踪王爷了。有箭头，没事嘛。轰轰哥，我不过去，拉起要刀你。我不去你啊！把王让给叔叔了，哦，让给餐餐了。练把王让给餐餐。真的，我今天还是找你讲话，我今天状态不对。我靠！我感觉我每次想的都是反的。我靠！哎，不对，我是想我肯定没了，灿灿，所以我投掉了。不是，因为我在想，哎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那个警长，我觉得往我反着想的。你把十八计倒地之后，我倒在了里面呢、啊。拉奇，我不去，拉奇也会刀你。好，我不去。哦，人都晕的。哦，红哥哥，你链子链子作灭，七八八听不见你的声音的。你去了哪里？红红来饭堂，我保护。我在找死，我来不了了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想说，我要拿一首斩罗机。哎呀，我的，来，你在找我在找死了。好，开着，能开吗？怎么说，猴哥，这把还是托莫塔奇吗？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在这里发生过一件事情？我把你给嘎了，但是建议吧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绝对得偷摸大吉。哦，那可以偷摸大吉。露露寻宝炸猴哥王爷，猴哥王爷，不打我啊？为什么不来？C哥，偷摸大吉，偷摸大吉，哦，对，王爷是偷摸大吉。出王爷啊，王爷秃鹫，然后不，刚才说要去刀谁来着？好像说要去刀轰轰，好吧？这边应该 C 哥和餐餐能看到，我是当着他俩面刀。王爷，嗯，就是不对，不好啊！我说轰轰，他去单走，他说那我去给轰轰刀了。那你是什么刀？那你是我有刀啊？哦，过了。喂，哦 ，Old Game 轰轰发言，
这把我再弄了个筋膜枪。这把你刀他我不知道，我不在案发现场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情况，好吧？我单走，那啥信息都没有，我直接过。我看到的 EBZ 是，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，我一直没有看到 EBZ 在广场，不在广场，然后我一直没有看到 EBZ。EBZ 是从银行下面那个走廊冲过来之后，就把布布布给刀了，所以。你啥时候听到不不不搁那时候他有刀要去刀轰轰啊？嗯，这是我觉得蛮奇怪的，感觉有点像编的，因为我确实没听到也没看到，我过了。我站在银行门口啊，然后参在我旁边，然后我是看到轰轰是往左边城市广场那边走了。啊，对啊，过了。这刀我不认，为什么呢？十八爷一上来说：“哎，轰轰要去单走，你就不走，我要去刀了。”既然步步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句话，哪个外人敢说：“哎，我要去刀谁？”对吧？在我看来，步步跟身份要更要高一些。十八爷我不信啊，这一刀，我想投十八爷过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信。我在仓库上面做那个任务，不要说我做狼人任务，我在做那个摆那个柜子的任务，但是真的半天搞不好，然后拍进来了，我觉得拍的还算蛮快的，应该是他自己拍的，信不信随你们，我觉得不行就把图就出了，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。阿哥，王也不是土舅啊，他说偷梦大鸡，但是他这个偷梦大鸡不是这个秃鹫的意思，我跟你们是咋回事啊？一开始我跟他在那个开膛手棚屋，然后呢，我说，他说怎么说这把真心换的？我说行，我说我这个地方嘎过你一次，我说这把我们绝对的偷摸大鸡，然后我们俩偷摸大鸡就去广场去了。他如果是秃鹫的话，他看着人死，他第一时间不应该往下边走吗？对吧？所以他百分之百不是秃鹫啊。十八代这刀他是自己自爆的啊，就是自刀自爆的。那我还想除他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他不像好人呢。虽然说他头目大吉，因为广场他没人死啊，对吧？你们听听他咋发言吧。我不是那么很想保他啊。他说头目大吉，但他不是土舅啊。如果王野我们不出的话，我们找一个人出。首先，轰轰同住我没看见，对吧？我看见过王拉奇、猪猪、小白哥、谁哥，好像都看见过了，就没看见轰轰和同住他俩。那么，依我推断，点兵点将点到谁，我就选谁。完了还是王爷，那算了，出王爷过。出十八 Z 呀、啊？那十八 Z 这刀怎么能认？布布说他要去刀轰轰，他能在大家面前说这句话，我觉得布布是好歹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，十八 Z 说 C 哥看到了他刀人，最后我叫报警前我说 C 哥，然后我俩一起往那个喷泉右上角走，还路过了猴哥，王爷在底下说唾沫他气，我都没看到十八 Z， 他哪看到的十八 ？C 哥怎么会看到十八 Z？所以说十八岁如果是狼的话， C 哥就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扯上 C 哥呢？还有同珠发言特别的划水，十八岁 C 哥同珠都有问题，先出十八岁过。独珠是我真发言，我是一出生是在街道有遇到同珠，同珠说他是去做任务，确实也看到他往他说的做任务的地方走，然后我直接就是在城市广场先遇到轰轰，是先往城市广场的下面，就是那进出口的地方走，然后我是直接往右边银行，看到小白哥站在银行的门口前面，我就跟他两个打了照面，然后我又看到 C 哥，然后小白哥也有看到 C 哥，然后我确实也有看到，我是有看到隐约的鸡腿是在广场的右边，他刀了一个布布，然后直接报了警，这是我有视野的，其他没有了过。拉起发言，我这把做了一个任务出去有进度条，然后我觉得布布他听到有人单走他会有反应，有可能他是降得到吧，他一般会出去说哎我去刀，但可能去看一眼去巡逻，所以我觉得十八计这一刀我不太能认，我想出十八计过。嗯，朋友们，这一把
我觉得我们可以全票投王爷。当然这个 Shaki 他的发言也很有问题，他踩我就算了，他还踩着铜珠，我和铜珠在同一个复活点，我当时装挂机，铜珠站在我的旁边，看了我至少得有三到四眼，如果说他有刀我早就嘎了。投十八谁把他打回王爷。坏了，铜珠怎么没投票啊？嗯，我不小心点错了，点错了没关系，错就错了。我在射我这里的钻粉回馈，然后一下没有台。C 哥，开庭。嘿，托莫大吉，托莫大吉，真的托莫大吉吗？真的是托莫大吉，我拉零了，托莫大吉。拉零。嗯，托莫塔奇，我要拉铃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好吧？因为不管狼人也好，还是好人也好，第一轮开到的 CD 都是20秒，对吧？第二轮才15秒，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就是狼人，你说20秒一好就开刀，对吧？我还能理解。你说你一个好人20秒你就要开这一刀，你搞得跟狼人一样的，对吧？你这一刀我们怎么能认嘛？对不对？然后 NPC 就是 C 哥直接跳起来保了一手 EBD， 对吧？那你 C 哥能是什么好人？对吧？最后分票来讲，分到我的身上。我说同盟他去，我就秃鹫吗？我不是秃鹫啊！我跟猴哥这边只是说，当时我们在开膛手棚屋这边第一次的时候，当时猴哥是狼，我是好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，但是猴哥后来是狼，他把我刀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一轮的话，他说，那我问他，我说是不是同盟他去？他说同盟他去，他还记得开膛手棚屋吗？我说记得。然后这一轮我们两个都是好人，好吧？出谁？出十一哥，好吧？我过。能出 C 哥，但我听到拉奇在说什么任务条，上一轮有人说他做了任务是吧？那我要听拉奇说，因为出去没任务条，我过来。吹。被静音了吗？是唯一吹。哦哦哦哦。哦，忘记开麦了。没事，我在城市广场看着 Ducky 追着 C 哥，没事了，过了。没错，我也看到拉奇在追 C 哥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超级粉丝团只掏23架飞机了。我先说一下啊，为手凑粉团，因为进度条这个问题呢，我上一次昨天看见步也是没有进度条的，他说做了任务，但是他是好人。为手凑粉团业务，这个可能是 bug。所以说拉奇刚刚那个反应，哎，怎么没进度条？兄弟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先出 C 哥过。C 哥在发什么？哦。行吧，那这个拉铃怎么就直接用了呢？刚才没有投票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在搞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有点那个啥，不好意思，朋友们，我再听一下发言啊，过。啊，我第一轮的时候是要做一个任务，但是又没做完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信息，我一个人在仓库那边，所以我也讲不出来啥，然后过。已经结束了，王拉奇。他说他做任务没有任务条，这是第一。C 哥踩我的头目大旗，这是第二点。还有第三点，我进去正好在法官位置，我敲了个小锤啊，我已经做完任务了，我直接开庭，这把啊，这个正义由我来主持。我们先出这个 NPC， 对是不对？然后再出王拉奇进去有任务条，我做的啊，过。OK， 别人我不说，我就上吧。我的疑问是，明明 C 哥在我旁边，但是十八 Z 说 C 哥在他那里看到了他刀人，但是 C 哥完全逃避了这个问题，将重点转移到了出身，他跟同珠待在一起。并且一进游戏他是非常的心虚，开始哼歌，所以说这个天花过。OK， 我刚从厕所回来，那其他我感觉从前面猪猪的发言我已经大概知道了，大气好吧，其他没有了，过。拉起发言，我真的做了一个在法院复活，我就做了一个任务，做完出来为啥没进度条，我人也是傻的，
但是我真的做了一个任务，我是好人，身份可自证。然后你们刚刚说我在城市广场追西哥，不可能。刚刚报警的时候，我人在这个广场，啊，不是城市广场，我在喷泉这个底下，我才刚走到，因为我在港口这边复活的，我往上走，走到这个喷泉这里，我才刚到喷泉，我没有在追西哥，你们是不是看错了？哇、哦，好烧脑！那如果不是我的话，那应该有变形，我只能盘到这了。麦克风交给西哥，我。这个朋友们，我是自爆王啊，不，我是炸弹王，我技能用不出来，能不能这把别投我？大家气一下，让我用一下我的技能，谢谢。我去了，他好真诚啊。他好真诚，我也气了，完了，我也气了，怎么办？我也气了，怎么办？那不是为了让你穿一下身份吗？啊，穿什么？当时穿，没办法了，得可惜了。爆炸王，都不怕有刺客在吗？我追的，自我在追谁的？我。偷猫大计，现在肯定有了。偷猫大计，偷猫大计，这是我的任务条啊！谁啊 ？OK。哎，小白哥，不是小白哥，不是的。说实话，按错了，我正义使者按错了，好吧，按错了，过了。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右边就你和猪猪两个人，你按错了，那你要刀谁？不信，刚是餐餐动的刀是不是？还有一个针头小白哥，然后进去解决餐餐，过。还有一刀是谁动的？猴哥吗？我看猴哥跟王野贴一块，不过王野是个那个啥。嗯，但是他拉了零出的狼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先投小白哥呗，他连那个啥都不知道。不过投小白哥吧，那我偷摸大鸡咋没的呀？宝贝没在看见呢，他是在这个报警前一刻没的吧？应该是左边没人看见吗？先投小白哥吧，过。那我就试一下。OK， 好，过。胖子不是说了吗？还有一刀是餐餐，坏了，投得出去吗？是，四个人啊，五个人啊，那投小白哥好吗？然后这一把进去肯定有任务进度条了，然后反正他们俩都明了，刚刚有弹窗过。猪小白哥，没事。猪小白哥，能赢网红都爆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过，没办法呀，这，我已经隐匿到最后了，餐餐，咱们仨不分开。我本来想说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，随便乱猜一个。我已经隐匿到最后了，餐餐，我感觉。啦啦啦人够多，一样。这个爆炸王炸弹怎么出来的？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你吧？啊，因为 EBZ 他太过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能把你出了，我靠，他不让我出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那你出救找我们了吗？那不出你有什么？我出自己。不是你真的没事点你队友干啥呀？那队友旁边有别人。那我刀了一个，我知道你，我把三个红名全点出来，我如果要出，那不还能带走个模仿吗？一撞二呀我。做任务，我不亏啊！我刀了一个，带走一个模仿，我亏啥？摸下去的大，他不应该保我，他应该直接出我。他没办法，焦点位在我身上的话，他直接出我。C 哥不用保我的，C 哥，那种情况，这个人
讲的就是义气两字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重情重那种情况你就给我打死，你知道吗？模仿已经走了，我一个换两个亏的。 OK 帽子，哎呀没办法了，我还想砍个角度，就是我在那个门里面，然后结果我被门关出来了，就砍个角度想说我跟叔叔关在里面，然后耗子在外面，结果我关了跟我跟耗子在外面，哎没了，投我吧。你不说耗子见得到吧？哎呀对呀、啊、不是，因为我想说关个，如果我可以关了跟叔叔在里面，我就可以先刀了叔叔，然后再读看看能不能刀了、再刀一个，对，拿个妹妹朋友们，好吧投你过。哎，灿灿，差不多结束联盟了，最后一把了，兄弟们，超狠团，真得过一把。我是哦，对啊，我们这我第二个随便乱猜的，就差23架飞机和323万口，他两枪都开过了。有飞机的来个飞机吧，兄弟们，没有飞机来个万口吧。这个王爷，他是不是突击完到底？有飞机来个飞机吧，没飞机来个半口吧，兄弟们。不好说，待会儿问他。吃点薯条吧。哎，OK OK， 这个什么薯条？谢谢知我啦啦啦，感谢知我啦啦啦。看来给他买一下六个核桃还是有用。给你一个 ，OK、谢谢知我啦啦啦。他妈的，两枪三兄妹了，我丢！要死活不了。他妈的，要死活不了了，想发发不了了。Last OK， 最后一把 OK， 一休不了了，准备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开始。休不了了的。Oh my god！ 哇！没有什么。布布，你过来。布布，布布，你过来干嘛？布布，布布，水姐，等会儿啊，我吃点薯条。那我看着你吃。行。要不喂我一点？给你一个。要不喂我一点？那能有什么好？给你一个薯条。给我一个，我也要吃。好好好。右边死光了，快走。死了！哦，C 哥，我跟 EBZ 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对身份哦，然后突然 C 哥从那个井盖里面钻出来，然后我说我们就说我说 C 哥你啥情况，然后 C 哥直接第一哎什么情况，出 C 哥C 哥当着我的面把 EBZ 给刀了好吧，给出 C 哥挂。什么动机？王爷的意思是 C 哥钻出来给 EBZ 刀了。那 C 哥钻出来给 EBZ 刀了吗？那出 C 哥，我知道小白哥师傅啊，过。什么？我没听懂，我后面过来的。我开局跟猪猪王爷在一块还是谁？是叔叔和餐餐。谁是肉汁在那跟我聊，然后我说我不信，我就往左走，碰到了布布猴哥小白哥对吧，然后小白哥说他跟布布说他跟小白哥一起，完了后面就碰到了拉奇猪猪和王爷，其他的没什么太多信息了，刚进礼拜堂跟着拉奇进去就报警了好吗，过。餐餐最开始是我轰轰餐餐我们一块复活在一块儿，然后后面餐餐出去了，他往那个广场下面走了，然后我当时就看不见，但反正刀餐餐的不可能是猪猪，不可能是王爷，不可能是 C 哥，不可能是，反正不可能是他们仨，还有其他人，但是我记得不太清楚，就是刀餐餐的不能是他们。然后其实我挺想问啊，王爷 EBZ 刀了谁你说 C 哥刀了 EBZ， 那你为啥跑去拉零啊，那就是有个秃鹫，你有个秃鹫你也不舔。哎，你要是个秃鹫，你不就认主了吗？我搞不明白，我听得迷迷瞪瞪的，我过了。
步步铁好啊，铁好，我们两个在银行门口谁都没有动刀，他铁铁好，好吧，就是在我这里要出步步先出我过来。耗子发言，当时人群中有人喊，哎，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，所以说我们一群人往右边跑啊，然后当时有步步，有小白哥，有我，有猴哥，然后跑过来的时候碰看见了猪猪公主、王爷、叔叔、轰轰，假设他们有视野的话，十一个有这个的话，那么人在下面动餐餐这道的，那我没看到的啊，我没看到的是铜珠和王拉奇，那聊一聊位置呗。然后王爷这一点就很奇怪呀、啊，对啊，你是拉里儿的，那既然出来刀了，你为什么不拍尸体啊？就很奇怪了，好吧，过。你别管那么多了，我没有看到过长老十一了。这王爷不拍尸体，他拍灵啊，他不系猎鹰就系狼，他都不系秃鹫了。秃鹫骑的东西能反手给这狼要出去吗？你信别是你信不信？虽然他是王爷了，直接投他了，受不了了。哦，哥，都王爷吧，让 C 哥说句话，王爷肯定是铁狼了。那 C 哥在那喊说王爷刀了十八对，对吧？然后王爷跑去拉帘，那王爷害怕自己被嘎了，跟我们爆了，我们直接把他飙了。然后就是轰轰啊，嘎了餐餐的应该是轰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他提到了餐餐，对是不对？他提到餐餐跟他搁一块儿了，但是他为什么敢假个妈嘎的来回跑？就是因为他想掩盖他的杀人罪行，在他旁边肯定还有一匹狼，但是我没找出来，全票打飞王爷。哦，餐餐不是轰轰刀的啦，报警前轰轰在我的右下角。那你也是狼？这个王爷是个破死鸟呀，把这个王爷投了过。那个 EBG 说他是肉汁，你说西哥过来嘎 EBG， 他不弹死你这个王爷才有鬼嘞，我不信，我投王爷。然后我刚刚进去那个礼拜堂里面没有鸡腿，也就是说他杀的人自己吃了，所以西哥冲出来他害怕了，他是死鸟鸭，投他过。朋友们，雷雷啊！什么？雷什么？雷什么？我忽然什么都懂了，忽然之间我什么都懂了，我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欺负人吗？对啊，就是他还有重要信息让人家说一下呗。啊，我重要信息的呀。好呀，猴哥。Hello， 我早笑死。吹姐，吹姐，三兄弟 ，Hello。哎呀，猴哥，我看你一定是好。我偷偷告诉你，我跟崔姐是链子，你别往外说。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好人。Oh, OK， 没问题。OK， 但我跟你说啊，就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打他，别，小白哥，没事，可惜了，完了，什么情况？这个哦，我先说啊，我跟你说。我是模仿啊，凭空爆开了，拉奇死了，我这票直接挂轰轰身上，拉奇在左边跟轰轰一起啊，然后耗子凭空爆开，我下去报个警啊，过。猪猪，你好那个，真的，哎，猪猪你真的好。没事，我们有，不是我。我在银行里面，你说我跟拉奇在一块，拉奇跟你在法院的右下角罚站是我最后看到的一幕，你现在还在这里撒谎，你怎么个事儿啊？居居公主，你在干什么？过。猴哥也没了，本来是耗子最开始一直搁那贴着我，在那个广场那儿，他一直往我身上贴，我就往外跑，然后后面任务响了之后，我就跑到开膛手的棚，我就去做任务去。得了 ，OK， 行，那耗子就不是这样了的，冲轰轰过了。大家都别装模作样了，直接站起来打。我必须让你吃饱了，不让我们崔姐炫一口，多浪费哦。可以，来了，这满地上了，我就吃一口，不让我就吃。OK 了，我就吃。OK 了，莫梦雷了，你来，你来。哀鸿的下场。
哀鸿的下场不是吗？可是没办法，哀鸿的下场就是吃两枪啊！哀鸿全被轰轰带走了啦。还好我是黑轰。哦，同桌在这。你哦，我 CD 没好了，我怕他有刀呢。等我一下，我把顶在前面。哎呀，我炸完了！没刀过，没刀过。我说刀你，你还想刀我？没办法，哎呀，哦，哎呀。没有梦，没有梦睇咯，没有办法。哇，就是没有狼啊，有狼拿草就是一场啊，感觉今天。那步步步跟崔婉莹给我叫过去说，我们俩是链子，偷偷告诉你。我是链子，没想到你猛猛走的。系链子啊，猴哥，跟你说系链子啊。猴哥说你是链子，链子什么？溜了溜了，朋友们，溜了，拜拜。OK 了 ，OK。